克喽！哟，耶嘞！大家好，哎呦，漂亮！有人会回答呢。那你这个吗？啊，方言哦。哦 ，OK， 我是不送的。哎，刚刚呢是阿美族的那个哈、哦，那个问候语啊，我教大家怎么讲。How are you？OK， 我教大家吼，牙爱好，牙爱好，哎，啊，就是牙爱好，就是阿美族的你好吗的意思啊。你如果说以后到阿美族的部落，你都可以这样子打招呼哈、哦，就会有东西吃，但是也不一定会让你吃饱，就算吃饱了，也会让你吐。好，来，那这个月啊，就阿美族的这个啊，台东市阿美族的丰年祭开始啊。如果各位可以还在台东的话，也欢迎你们到各部落去看看。不过呢，不要乱吼乱叫啊，要不然你就感觉到时候你的脖子怎么刺刺的，那就是已经被刺啊，被吹箭这样呼啊。那最好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哈。去认识一下部落，毕竟在这个中华民国的书里面呢，这个是学不到的。那你亲身到部落的话，就会了解很多。好，那今天呢是有感觉，来铁花村，有没有听过他们 ？OK， 没有听过的有没有？我看 ，OK， 好，不错，答的好。OK， 待一会呢，村长我是村长哈。村长宣布几件事情啊，请大家互相配合。我们在位置上呢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后面啊。回头看，啊，两位老大哥昨天又来哈，啊，你在那边一次抽五根十根没关系啊，你体力好啊，幸福美满都没关系，就在那边就尽量抽。那吧台就在那边啊，汤汤水水，你要喝饮料要水喝的话，跟我们吧台讲一下啊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不要为难警察，好不好 ？OK， 啊，这几天有个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哦，我们要支持，啊，不要为难警察。好，那厕所也在那边哦，就吸烟区旁边哦，那个墙那道啊，那个建筑物啊，厕所在那边，男生在里面，女生在外面哈、哦。那各位现场朋友有带外食哦，你如果吃完的话，麻烦拿到厕所对面一个垃圾桶，你说好分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铁花村也有很多的狗，啊，不要拿东西喂他们，那我宁可你拿钱给他们，这样会比较圆满 ，OK， 好，那明天的铁花村还是会有活动，还是有活动哦，草地音乐，那也欢迎各位再来到铁花村。那么今天呢，这演出呢，我们中场不休息，会直接唱到他们没有歌为止，这样子了解吗？那你上厕所就随时上啊，不要为难自己的那个。辐射线啊，自己赶快去是射护线啊，不是辐射，常常讲座啊，厕所在那边，不要为难自己。辐射线耶、yeah, 嘞，危险哦，你老公，啊，这样子一下大家都有问题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听完这个炮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好，这是欢迎今天有感觉放的炮哈，是啦，只是比较远而已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OK， 最后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平安愉快，祝大家今天晚上睡觉虎虎生风，风调雨顺。好，掌声欢迎，有感觉 feel。